我是小坤，今天呢，我们去村庄里面逛一下吧。啊，因为一个人在家呢，也确实是非常无聊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吧。哎，我看到了迪迦奥特曼和机器人啊。啊，这个机器人跟在迪迦奥特曼身后干什么呢？来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这个之前呢，我打过这个机器人啊，很厉害的一个怪兽来的啊，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迪迦身后呢？啊，难道成了迪迦的小弟吗？你看这迪迦在干什么？哇，你看这迪迦奥特曼手里呢拿着好像是牛肉，对吧？啊，他在喂这个狮子啊，这个狮子啊吃东西。啊，但是那个狮子呢好像有点害怕这个迪迦，不敢吃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机器人出现在后面干什么啊？这个迪迦好像还不知道哎，对不对？嗯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机器人竟然扔了一个炸弹把我给炸死了。哇，他，我还以为他是迪迦的小弟呢啊，原来呢是反派来的啊，来打他。哎呦，他已经发现我了，好吧，机智的我躲到这边来。你看我用这个加特林呢一直在打他啊。哎呦，不能出去啊，一出去呢就被这个机器人给消灭掉了。来走，你看我在这里他都能发现我。哎呀，好吧，我不能再使用这个枪了啊，我使用这个狙击枪之类的远程来打吧，好吧，躲远一点，因为这个机器人确实是个狠人啊。嘘，小声一点啊，看，嗯，走吧，来这个山洞里面先，这边有个山洞的啊，我记得。哎呦，差点被他打死了哇！好，打了他一枪，打他的手吧，我们。哇，什么情况？我竟然把他给炸死了！好，终于消灭了啊！这下呢，这迪迦可以放心的喂狮子吃牛肉了。今天就要玩到这里吧，我是。